市警察局。哦，坐这辆电梯其实是很实用的。今天非常这个谢谢我们的这个赞助单位哦。那今天是我们这个基隆市警察局外挂式的这个基隆天险公主任委员。那我们都知道基隆市是一个老旧的城市，有很多这个挡者非常多，包括一些就是就行动不方便哦。所以民间企业的局长宋董胜，那也因为我们同永总行营造企业我这部分他的发起在刘耀庭局长的那个。那个时候呢，他发起，所以今天这么多，非常感谢我们的赞助，董事长。